段路面拱起来了。这里是松浦马自然部落，这一段193的路面拱起来了。这一段路面感觉有被抬高。这一段，这里是松浦国小附近，这一段路面被抬高了。被抬高这么多，刚好有地震，电线在晃动。这个大伯坐在地震的这个断裂带上在乘凉，这个路面拱这么高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应该是一个断层，拱这么高，这样就很够了，配合那个背景墙就看得清清楚楚了，拱这么高。我是左拉，感谢收看，欢迎订阅。